真的还蛮爱宜萱的。今天听到宜萱离开某某台，我真的还蛮错愕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是真的还蛮想再一次见到宜萱。可是好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我在 FB 上发了很多有关于宜萱的文章，虽然他大我两岁，但是年龄不是问题。真心有想过要好好的追求宜萱，但真的还蛮困难的。宜萱，我是每一天都在想着你，大概想了两年多左右。我很期盼可以再跟你相遇。就算没有机会在一起，至少可以跟你当朋友。只要我就知足了。